我被告知有急事，可是当我说出真相，却突然被所有人冷落。我被告知那规则必须遵守，绝对不能打破，犯规的人却能得到更多。费尽心机去争夺为一个虚拟的宝座，那么天真却被说真心计太多，预设城市太单薄，抵不过人性的难测，更不会颠倒黑白。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，白眼是锋利的光泽，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口红，去模糊清楚的轮廓，能不能叫我心照不宣的规则下隐藏的规则，最坏的预算散不出那无数模棱两可。哦，让我来看一看我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呢？看一看，啊，这个榴莲开出了11块肉，所以今年想跟大家重回往日的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GNZ48 Team 级的许楚文，乾坤未定，天天开心，期待与你分享这里绝无仅有的感动。